先生嘅話講下 VIP member 咧。咁其實 VIP member 咧做法好簡單，其實大家嚟參加到我哋網聚咧，都會係即係好多都係我哋抗疫會員啦。咁其實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做 VIP 會員咧，咁可以咧將即係譬如你人網網齡啊，去嗰啲咩網聚啊，甚至乎咧做嗰啲乜嘢嘅義工啊，咁都可以咧 PM 啲資料，或者你可以 email 俾我同事 Norris 嘅。咁佢嘅 email 係 norris@hkreport.com， 咁你可以俾啲資料我哋啦。咁因為我哋咧做咗 VIP 會員有咩好咧？其實做 VIP 會員咧，咁譬如我哋將來會有啲課程啊，有啲網聚啊，咁我哋每次都會有啲 quota 出嚟咧，就送俾呢啲 VIP 嘅會員啦。除此之外咧，咁就好多即係好多活動都有優先權啦。咁啊，相對咧都希望大家咧，即係做到 VIP 會員咧，就會幫多我哋少少手啦。譬如有陣時可能我哋有啲好像最近期我們就想找一些可能是或者用不同手機來聽人網的朋友，可能大家是分布不同的區域的，那我們都希望大家會給多些資訊我們，哦，我是哪一區用，可能用 iPhone 啊，或者是用另外一些電話，會不會是哪些地方上得好一點，哪些地方有問題，我們都想多一些這些資訊呢。那我們都希望呢，即是VIP 會員啊，甚至乎是其他會員都幫到我們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一點 send 一些資料來給我們。那同埋呢 VIP 會員我們最需要就是希望大家會出席一些集思會，集思會小三每次都會出席跟大家交流一下的，有興趣就記得 email 給 Norris Norris@hkreport.com。 我說了這麼久這個時間，不如我們找我們香港人網另外一個王牌紅人的主持，給你掌聲，聲色以上。